请写出上下左右结构中有晨的字。想想，请作答。下面很像比较少。厉害。哇，这一下还想不到那儿人。厉害。说说你们写了些什么？来，菊大来。陈在上面想到的是太监的监，监察院的监，哎，是吧？对。陈在左边，陈在左边，卧室的卧。陈在下面，陈在下面那个字，宦官的宦，宦，官宦之家的宦。哦。搞了半天你不知道？对。算你狠。陈在右边呢、啊？那字怎么念、啊？位极人臣的缩写，缩写，好像因为校长也这么写啊。对对，那就是古书友。我读康熙。黄庭玉写的是，来陈在上面。上面是剑。剑。对，然后陈在左边。左边是林，光临的林。来，陈在下面是宦。宦。我右边好像写错字了。哦，是《资治通鉴》的剑呢。对，但是。张怡珍写的是陈在上面是树，是树吧，是吧？陈在左边林，光临的林，陈在下面他没有，要得想到换还不容易耶。我刚我一下也没想到。陈在右边是举，是吧？写错了，这是举啊。对，就是举。来，赖老师，赖校长，校长写的是陈在左边，上面下上下没有，对，林。右边那个字，你也写了这字，你觉得有吗？乱凑的，哦，你也是凑的、啊，好极了。詹全义，陈在上面那个字是，我跟他不太熟，但好像有这个字。其实你写坚强的坚，可能就 OK 了。哦，对不对？然后左边那是什么呀？颐，颐和园的颐不是口吗？哦，对啊，然后下头那是蜗苣的苣吗？那苣啊，那下面也不是臣啊，但似乎也有这个古字。对，嗯，请揭晓。似乎快有答案了，一个字，两个字，一个灯，两个灯，三个字，有这个字，恭喜有这个字，四个灯，三个灯，两个十一分已经出来了。已经出来了，已经出来了，真有这个字，还真有草那个字。詹老师算你狠，是真的，我有看过。算你狠，是。季教授，哎，那个人，那个臣在右边，然后加一个人边的那个什么字啊？那是宦官的宦的异体，宦的异体字啊。是。好，那个。以为是莴苣，结果不是莴苣的那个什么字啊？那个念臣，他也念臣是什么意思？一种草色，一种草，就他那个颐和园的颐，他写成这样也有这个字啊？哎，有，那也是蒙到了。那这个字不念颐吧？不念颐，他念什么？念审。审什么意思？就是举目看人，就抬头看人。抬头看人。审审呐。哎。